越快的速度，你就越不能急转方向了。继续走，加油，赶快，剩下四秒，加速，赶快踩油门，对，走，好，换车道，把右转灯，看一下镜子，所以做这些动作都不能急转方向，准备右弯，走了。走了，看一下镜子啊，看有没有机车在你旁边。有些机车不让你的啊，走，要给你抢先啊。好，继续，加油了。以后自己是怎么开车的、不是出来就以后就一定会开车，不是这样，只是出来 让自己知道以后自己开车的是什么开的，是怎么开的，然后有一些缺点你回去要 再自己检讨一下、然后下一次出来、就要改善。加油！你考到人家这个汽车的范围了，小心哦！你运气好，他没机车，要不然那旁边机车就倒了。你把它挤压它的空间了。这个时段车很少的，你看看，顺畅的。有些同学是想。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出来的，吓死那一堆车上下班的，都被嫌慢，因为他们在赶时间。这个是内道的，继续走，准备右转，打方向灯，要减速。看，先看一下镜子，这边啊，右转啊，休假。好，继续走。全身肌肉都要放软，不然太僵硬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做很细腻的动作。你想转一点点，你做不出来，因为太僵硬。喂，哪呢？你在晃神啊？啊？什么？好，走，继续。
要减速，右弯，减速，减速，转，对。加油，可以继续走。直走，哎，有了。